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一首英文歌曲。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有那种上课的感觉，就是刚刚可能是国文课、大学文学之类的，然后现在就是开始英文课。好，我们的第二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，它叫做 I'm All Right， 就是我觉得我很好这样子。不是我在右边啊？啊什么？啊没事。是我们全部都在右边吗？ All right。